S， 现在是2014年8月6号星期三的下午1:16，也是13:16。现在还没讲，刚才讲到《诗经》呢。其实春桐，你讲到《诗经》，为了《诗经》基本上，《诗经》跟《尚书》是基本格，就是不要说文字学，就是说念，研究什么研究像那个什么散诗盘中周中上面的铭文，那种文章非常高古。那我们讲到国语，国歌嘛，有没有？自偶都是为民先锋，树叶匪蟹啊，主义诗说，这个都是文章高，就基本上模仿古代的文章，高古的文章啊，全是包括英国，全是法国，是古典文章留下，觉得文章很典雅，传统留下变成文言，它国歌是很郑重的。主义诗从树叶匪蟹，就是中国革命党革命啊，叫革命，革命什么？中国民主共和国要出来，革命的精神说主义是从树叶匪自偶都是那个意思，要慢慢了解。现在要怎么记录？《诗经》跟《尚书》的文法，高古商代、周代的，《诗经》就像305篇孔子编的，对。那《诗书》也是5经6经孔子编撰的。那《诗书》诗的话说，15国风雅颂3种，风是15国，15国家不同的风俗跟流行音乐文，它是为反映时代的。Pop music 流行音乐啊，韵文的传说民谣嘛，啊，15国风15国家，有些他说孔子有些说稍微比较感官的，说靡靡之音嘛，他有些稍微限制起色情的情色或者不堪的就把删了。因为想到《诗经》，你知道吗？有些我讲过，下里巴人，下里巴人就比较陈词表现，下里巴人，甚至可以到阳春白雪，阳春白雪周内，甚至不太一样，就层次不太一样。有像现代音乐，就是俗音乐，比如说学院派的，你说精致主义的，对，那请问一下啊，你平常播蔡依林的歌，你到流行音乐、国家剧，你当然不行了。你去表演过蔡依林的，去到剧院里面演唱，你能到你的国家音乐厅去演那、不行啊。是吧？也不是说高低，就是品味，就是它层次，也不要说层次，那不同嘛，不同层次嘛。有的人可能是某些知识，他定位跟定到比较稍微高的层次，就孔子还是用自己标准来筛选。有的高有低，像下里巴人、阳春白雪这边有落差。有，就那个时代有某些时代认为，这稍微高雅，这稍微粗俗，也可以有些你去判断嘛。蔡依林呐、周杰伦呐、rap。能到国家剧院演出吗？国家剧院管风琴的，拉小提、弹钢琴的，合作，交响曲弹成了精致的，不是他们认为是比较高层次，不是俗流音乐大众的。青花瓷对，青花瓷那怎么弹都蔡依林的，那是在小巨蛋，很多啊，周杰伦吧，基本上流行音乐大众接受，比较。大众层次，可是就进不了国家剧院，国家音乐厅基本上层次不同，他们认为层次不同，就是你基本上音乐你有给它属性，你要分类层次，你会自动给它分类，不同族群会算不同族，大多数族群呢比较通俗的，下礼拜你一起通俗的草根的，那阳春白雪对吧？所以稍微文雅，更雅更多，就诗啊风就是有层次分别。十五国风，刚刚讲了几个，晋女一个，角童一个，渡河一个，还有关江雎鸠啊，太多了嘛。蜀离呀，蜀离，蜀玉蜀者蜀，蜀离离去的离开蜀离是商代以前，商的灭亡被周取代了，周武王灭商了，夏桀嘛，我没记错，商代。夏商周，对，夏朝最后一个皇帝是桀嘛？就像我说商代末年被，我说商代，商纣嘛，商纣，夏桀，夏桀商纣，对，就夏朝我说商纣，商纣被灭，对，遗臣，商代还有遗臣，他贵族就是流落，是吧？变成可能流落社会，他有一天回到他宫殿，回到寺庙来看，他的寺庙以前的宫殿荒烟漫草。强屋倒塌，杂草丛生啊！感叹啊！他写蜀，彼蜀离离啊，就是稻穗孤单单的，
十七年，风中摇曳，风中摇曳，彼属离离，彼即之合，行迈靡靡，中心遥遥。知我者，为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为我何求啊！我难过，过去荣光不在，我的田园家舍早已崩垮。阴草边，荒烟蔓草，一片丛生。墙屋颓圮，香火不在，令人追思我的祖先，我的宫殿，我的故国已经远去，先王已经故去。我已不在，我追觅他，彼属离离，彼即是合，行迈靡靡，中心遥遥。知道我的人，他懂的人就说，不懂的人说，你在还要求什么？你不错，你还要求，知我者为我何求？你还要求什么？你不懂的人就说，你在要求什么？知我者为我行，懂的人说啊，你好难过，你好伤心啊，我的要求你的伤心，知我者。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啊，苍天，苍天，这是什么样的市局？这是什么样的局？我什么样的孤城？你在此，在此宗庙这些，在颓圮成这样子，心脉靡靡，中心摇摇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树立。伤在里程，感叹写书，书有印象的，我翻成我的英文版，不是上脸书改我的英文版。李雅各 James 两个汉学家翻他的我们巴卡，我觉得巴比对我的正妹正感跟他比较，我有时代背景，我有现代时代研究没有了，就持续随便看，很高兴随便去翻。看到有感觉，长期有感觉吧，翻成我的版本，我的英文版本有押韵哦，不简单，又英文古文哦，但是你看得懂哦，你看有 power bible， 像英文怎么样谈英文，语文这边有表达，嗯哼，自己很重要，可以沟通，很奇怪的语文，很深色的文字，但是表达的不对，它 bible 圣经里面你们很简洁，你们看不到生字，文法结构特别，很有力 power， 但很简洁又很简单的字哦。表达很强有力，用简洁的，简又强又有力的，很简。看我翻的国歌，早期的版本国歌的，这三民主义国当中，他翻什么？到我的脸书看我的版本的国歌，早期是英文的不凡的国歌，这世界知名的，我的不凡多了。你看我的版本，比起以前知名，我也是一些没有人赏识，我的版本很多人没看到，去看嘛，别发表去看看我的版本不凡多。更高一筹，不信就试试看，去看我的，那我就抓下来给你看。你说这我的版本，英文版本，又 powerful 又典雅的，我想很有意思。自我多是为民谢佛哦，一心一意的使其使用，贯彻始终啊。我的版本很简单，其实小朋友看懂，这很强有力，就像圣经简单，很简单，不用很难的字，难这个什么啊？基本上是七千字，高中七千字背死了，三千字 OK， 三千字都可以看了，三千字写出文章来，很难。这些东西，但就这种最简单的单词，返老还童，就用最简单，最简单最感觉最强烈，最直接，最生动，最感人，感触最多，情绪都带到。那因为高超怎样？是刚刚学的，学个十年学不到。二十年学不到，三十年勉强还是很难，因为很难的单词，可以说念四十年、五十年，长期在英国待，可以说五十年以后在长期的电影在文学里面再看，用简单的文字带出来，你还能用简单的字，不是简单，不是普通简单，强而有力，有简洁、有 power 的、有力的，那带出来不容易，四十年功夫跑不掉。文言文谈何容？文言不是文言，是说。强而有力，很直接的、有力的，那叫文言，是不是平常人不懂？真的文言不是平常人，小孩子能懂。那什么样的诗，什么样的文学，妇孺皆知哦。妇孺皆小孩子朗朗诵，但文学他都留下来。诗是谁诗？杜甫跟李白。李白不是用啊崎岖聱牙，不是用艰涩的，那是流传千古，小孩子都能朗诵。还有一个，我小时候我回到家，我很久没回到家乡。我看朋友就用客家话跟他讲，小朋友跟
我要客家话的，我来，我来。哎，小叔，哎，你来，你会讲客家话？你从哪里来的？我从来没看过你。小叔后来才长大，我离开家时还没出生呢，他现在长大，我跟他讲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、嗯。儿童相识不相见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很简单，意思要带到，意思带到，带到还传递感情感丰富。很简单，没有生字吧？生字不多吧？小孩子也能懂，国中就能懂啊。这个国中能懂才能流传，如果很难的，大学教授能流传，那不能流传，那平民百姓不能流传，不受欢迎，受欢迎的李白。诗圣哦，诗仙呐、啊，仙中的仙，仙是成仙的、啊，说用琵琶，吐如间白话文，带小朋友能了解，吐如那个吟唱，那个吟唱就流传出去，流传千古，简单的，好文的文，真正的文言诗，不是好难单子，高中英文单子七千字，基本单国中三千字，到高七千，其实有的我还不懂，我到研究所都不懂七千单字、哦，要到大学研究、哦、上万嘛，英文单子一本十万字背完，神经病，我又最简单不懂，用最简单很难的、啊，不是很难，看进去，同样单子去用，不断用不断用，感觉就出来，感觉出来带到你感。一定地方用那个单子，恰如其分；一定场所用那个单子，那就慢慢练。你拼命背单子，背很深很难的啊，都搞不懂那种单子啊，都写几十页不懂，而且讲什么英文，怪怪的。有时候当初我在英国用那一托福单子，哦，啊，都可能很难哦，又 GRE 单子哦，拍谁啊？什么意思啊？都不懂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他在劝我，哎，小宋，你不要用那么难的，你那叫 grotesque， 那个很奇怪的，很深，我们不太用啊。用好难哦，那种又拼命想一想，不用想想很难来的，用 CRE 单词、托福单词啊，都我听不懂，哎，快点，前半边，但是啊，文法变一下，文法就生动了，不要 ，This is my destination， 这都是我的目的地，嗯、我要来的 destination 就好，到达目的地，用七千字单词 ，destination 目的地 ，destination destination 目的地，我要这样讲、嗯、，destination 太难了，这太难，我。七千字，我用三千字哦。This is where I am going to.、嗯、This is where I am going to. 是我要去的地方。这还能会有你也懂三千单字吧？对。那七千 destination 不要。You are my enemy. 你是我敌人。Enemy 我不要、嗯。那七千单字，我要三千字。You are the one I am going to kill. 哈哈，都是三千单字。You are the one I am going to kill. 我要杀的人。嗯Enemies 不要七千字，我要三千字，可以有试看看，就是简单，就我把它记过，那熟悉带回来，我把它带到，关心代名词，但是基本的关心代名词文法上的强化，句构很多变化，你很多选，所以用900句型，好，你讲个脏话，你也讲啊，讲个英文脏啊，英文脏话讲一个，来讲好，讲个英文脏话，随便讲脏话，来讲英文脏话，脏的字很脏，三字加一个。Bitch 啊 ，bitch， 我要飞，我要三字经，三字三个字，哎，英文叫 four letter，four 四字经来的 ，f 开头 ，f，fuck， 啊，还有一个，那别的，四个字的 ，shit，shit， 啊，还有一个，那随便讲，还有，太多四字经，四字经三字经太多三字经，比较少学这种字，我讲一个，你看就这个 fuck shit 这样 ，cuck， 看，鸡，看看 ，lp， 的 ，cuck， 公鸡，有 ，count 女性 ，slit for。shit 看看很多 dick 啊有不是太多，那 shit fart 屁，就是 for you 都是禁忌，那么你只有 fuck 跟 shit 两个选，我也是800个选择，但是我800个900有没有学哈 dick 好，那看看我讲几个啊，看我讲几个而已，我有800个字选择哎，那么多，那因为我单字呆在背，我已经背是笨了，笨呆在笨背自己呆在背。笨啊！我要背这个字，干嘛背这么多？比如说啊，当然不懂，台湾人都不懂，谁用的？背字用不上。你知道论文？你说论文有些时候稍微投机啊，用一些那但是我来哦，你有专业，你专门用专业，先文具带到就 OK 了。专业人有专业名词，你慢慢熟悉的领域，专业相关的专业名词就熟悉。他把文要看论文，看你专业啊！你不是念历史，看历史那一块哦，希腊化石，看希腊化石，那就。
那专业名这边几个吧，你专门在 HO 那一块，你 OK 啊？你到跨领域完全不懂。好，那个专业另外，那专有专有那是好用，我有800个句型，哦哟，英文900句型，句型对吧？我把句构化 ，This is where I'm going， 那是有一些代名词，有句构变化。不要 ，This is my destination 啊，不要，太难太多，用那个单词太可以叫强而有力的句法，用句构要紧，我看到系统。可以的，刚刚那个机构变化，那学校可能不要那么多选择，因为有社会的很棒，对，保五天呀，又会机构又单，那恭喜你，拜倒成功，学生出国，拜拜，没有上，不要上课，去，没有上课，毕业证书上面等你拿，这叫付钱，学点，老师我都把它好，这么讲这个。就是文法嘛，就是诗经，就是国语啊，国歌。那我的版本要慢慢看。诗经，刚才讲很诗经啊，诗经讲完啊，风雅颂，诗经啊，尚书基本上大国皇，就好像后来诏书，皇帝天子对诸侯大臣那些训示，像后来诏文，皇帝诏文诏书嘛，就后来诏书这些类似商周时代。皇帝对大臣那些训示，彼此大臣那些沟通，就是官样不是官样，是官方的那些训示，政治上苟日新，日新又日新，那不是，那就是尚书里面的训示，是政治的文章尚书。诗经的话是风雅，都是流行诗词嘛，这两个就可以哈，研究青铜器铭文，从头记录，看那个国歌，文章高古了，那个基本上就是那个时代的。留下文章够时代渊源，是传统精神哦，这样。李运大同篇，那是李济吧？李济应该是四书之一吧？对，是我看李济四书，四书五经的四书语的四书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不是，没有李济。李济在三礼，三礼。四书以礼乐春，但是五经之一。礼应该是三礼了。四书以礼乐春，礼是。诗书五经之一，六经之一啊，礼是礼记吧？礼是礼记呀，对，礼记就礼记。那大同篇是礼记，这是五经之一哦，六经之一。嗯，李运大同篇，为什么大同？大同什么意思？大同世界大同，礼记大同，李运大同篇是不独执其子，不独亲其亲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终，幼有所长，方可不独废己，皆有所养，就社会福利制度。嗯，像北欧讲社会，你平常纳很多税，一半都没纳给税，算得起一半纳税去，纳给国家，他干嘛？国家帮你造路、铺路、建博物馆、盖车站、铺路、盖飞机场、公共设施就带到，是你老了帮你养老，你老没有赚钱能继续帮你养老，社会福利是北欧做得很好，所有社会基本上往社会福利，我讲的台湾呐、台湾你知道吗？我们健保90%，我想血有病，他用一个凝血滴，一个月花几百万，嗯哼，那负担不起，一个月几万块钱收入，几万块钱收入，打一针是几百万，一年怎么办？几千万，那他负担得起吗？负担不起。大部分纳税人群给了5%的特有疾病，对，你要济弱扶轻啊，就病人，你平常的话一年顶多一次感冒，两次感冒就算啊，500块给你们消耗500，你纳税那个健保险几千块，那大部分钱。回到该用的地方，就是少数的疾病的，残障手册那少数的，有些重大疾病他给他，记录那他需要，他基本上别人都用不上，福利是少数，多数人去救济少数需要，大部分多数人没有用到资源，社会福利的，叫大同，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小朋友可以达到照顾，就像幼稚园，不是说你拿多少钱花到有多少照顾，而是学。老师，学校有这个学校有幼稚园体系，帮你照顾小孩。老的话叫老人你就不用付钱，但是你小时候你年轻时候付的税，是不是？老人就不用，国家帮你照顾，所以老人费钱就国家在照顾，有养老院这个成立机构啊，帮你照顾老人，你看老有所理想的，怎么讲了？是大同，别人讲的话，金子尚书，刚刚那边啊。